说一直出去旅行啊，一直去旅行。我心想说，哇，出去玩耶。他结果来了之后呢？完全让你想不到。嗯，1月27日起 ，TVBS 42台每周六晚间9点，跟我去过一次完全没有计划的人生。基本上我是一个很照感觉走的人呢，所以你们居然敢找我做主持，这。你打算照脚本哦。1月27号，每周六晚间9点 ，TVBS 42台，演员们的旅行。你真的不照脚本？对啊。안녕하세요。哎，我有塞吗？哦，你没有。啊，这么好。我突然看到我眼前有一双蛙鞋，身体这样噔噔噔噔噔下去，我想哦，好快哦，哇，好大哦，我到了。全釜山最美的夜景啊，好豪华哦！天哪，梦想的清单呢？啊，哇，天哪，好胖了，太浪漫了吧！1月27日起，周六晚间9点 ，TVBS 42台，演员们的旅行。